哎，大家好啊！咁今日咧，阿大文咧就出大陆啊，因为大文啦，阿文总依家咧部车咧就系可以出大陆。系啊，咁依家澳门有嗰啲咩澳车北上咁样咧，澳门啲车咧就可以出大陆噶啦。单排车咯，单排车就上去啦。咁再过多十几廿年咧，唔使十几啊，翻头都冇卖噶咯。系啊，正啦！今日就大文就带我上去啦，食下嘢饮下嘢，咁顺便咧去揼骨嘅阿雕。我发现有间骨场啊，咁有个捆绑套餐。系啊，系啊，你唔知啊？哦，你 send 俾我睇嗰个，系啊，捆绑嗰个，究竟系咩咧？系啦，我哋今日咧就去睇一睇捆绑套餐究竟是什么料呢，咁样咁同顺便呢亦都系呢个 Fork 呢就试一试我呢部新机啦， DJI 嘅 Action 3、希望方便少少，咁就完全呢就冇上咪一部机嘅啫，睇佢收音点样，咁但我諗呢应该会出事嘅，因为可能有啲风声啊车声啊或者点样应该都会唔系咁好，但係由于最近我发现咗一样嘢就係、是、AI， 咁有一个 AI 呢係可以帮你修复嘅声音，啲声录出嚟成咩屎咁样都好啦，咁 AI 呢都可以帮你搞到好似用咗收咪咁清晰嘅，咁所以就顺便试埋呢个 AI 究竟系咪真系 work 咧，我哋而家就跟阿文总车 ，Let's go。我哋啱就过咗呢个澳门关，我依家系港珠澳边，澳车北上就暂时有港珠澳，但听讲嚟紧好似都唔使，嚟紧好似乜嘢关都通得。你想去过完关落翻嚟喺对面等我哋，拜拜。拜。攞车啊，就过一过关，咁啊，不过过关都唔认得噶啦，应该，仲想谂住影下自己，因为试下呢部机啊，因为依家咧有啲日光啦，终于应该会唔错啊，我觉得。不过我谂其实迟啲咧都唔需要噶啦，即系随住啲 AI 越嚟越发达啦，即系有啲相啊，唔系喎，其实依家都有噶咯，哦有啦，已经系喎，啊 AI 已经可以将你条片唔知由1080，跟住变到 4K， 跟住又将佢好朦又变到好清咁样，即系迟啲你求其攞部 Nokia 揾你揾得翻嘅话，你都可以拍到四 K 片啊，分钟。过关快到超快，超快系嘛？我等你仲耐过我过关，我过关一分钟等你两分钟。给你面子，我给你导航；不给你面子，今天就别想出去。前方有闯红灯拍照，前面有闯红灯拍照。京海这么多年，我花了这么多钱，可不是今天给你交罚款的。大家可能唔知啊，咁呢個咧就係我早排直播嘅介紹，咁佢就帶咗一套好難得嘅劇嚟嘅，狂飆啊，咁啊講好多貪污啊、官商勾結嘅嘢咁樣，有個黑幫大佬徐江，阿道嘅導航咧就揾咗徐江嚟錄咗個語音包，咁啊幫你導航，咁入邊咧有好多特色嘅，就好搞笑嘅點。講翻啲對白咯，150米處有限速60拍照，前面有限速拍照，今天你可得給我守好規矩，目的地馬上就到，那你的車是原裝進口的啊？10分钟不到就到了。导航结束，走的时候把导航给我关了啊！什么档次跟我用一样的导航？隆重介绍阿师师总，雪中送炭田伯渣，咁唔到礼啊！我哋几开心啊！我哋最近都大陆嘅红米肠应该都系酿鸠吧？牛丸？唔系，不是，他们现在他是出人的，唔系我讲烂话，佢我偷埋啲嘢食，做咩啊？牛丸得噶嘛？点唔系点解上会有啊先出？系咯，有吧？系啦，屌，应该入边蒸到咁耐，第一次人。系啦，多人点嘛？这个？这个嘛，一般点的是那个牛肉球。对啊，怎么会点这个？锤啊！你嗌我咗我两嚿，一粒、两粒、三粒、四粒、四粒半，仲一半粒嚟噶？唔系，佢点开整到四粒半先得噶？会唔会人哋一早已经系一半半咁切开晒嚟蒸啊？你问佢，我真系好中意食牛丸嘅。他是有几粒的？这个我不清楚。我好，没事，我问问。好奇心，佢都想試下，佢蒸就唔粒嘅，都第一次整，試下咁啊，咩味咧？嗯，係咪？好清爽，錯啊！普通牛丸嚟講，38。地粒半留38蚊，有啲错位啊嘛，点咩啲人都唔计钱啦，啊呢度咁靓都收唔计钱啦，连啲菜都唔好食噶，嗌多两个油炸鬼食好过啦，嗰个油炸鬼16蚊啊，大陆油炸鬼面粉嚟，我呢啲牛肉嚟啊，啲合成肉嚟，OK， 依家就到咗呢個北沙啦，北山大月系啊，北山新新地嘅一個，因為系圍爐煮茶嘅，入面都有幾間圍爐煮茶，即系可以燒一下番薯啊，然後飲下茶啊咁嗰啲地方。只可以燒番薯啊？唔系啊，仲有年糕啊、肠仔啊、牛丸咧，冇飲茶食咗点心啦，你呢啲系咩啊？即系啲人买啲符跟住，佢哋咪成世界和平，你咪帮助佢。要嘅喎，都要自助付款咯。就凭良心嘅啫。系啊，即系你冇良心就唔使俾钱啊。上次直情佢本身话99嘛，我讲100蚊咁样。哇，你良心好多喎。系啊，做得多好啊。好
有人彈琴添啊，唱歌噶，係啊，先有過你噶，係啊，俾人聽佢唱歌。因為今日有啲曬啦，咁嗰日我哋嚟過就坐喺個棚嗰度嘅，咁而家個棚有人坐咗，我哋就費事啦，咁樣，跟住我哋轉去煮茶啦。OK， 佢呢度有個五行教你穿衣喎，穿衣展個性，穿衣看社交，穿衣看財運，穿衣看健康，同埋穿衣定運勢。你個問調。呢、這個就是圍爐煮茶，佢哋叫都叫生意，冇曬圍，全部老人用緊。佢啲舊村活化嚟嘅呢度，本身係有人住。以前嗰啲舊，其實而家都有人住，但係佢就攞咗一部分嚟活化，跟住然之後就搞呢啲文創嘢咁樣。即係我哋就去人哋屋企咁樣。係係咁嘅，咁就話説今日咧，臨出嚟同我女朋友啊二仔講啊，我跟阿大文個 friend 都會一齊食飯，但係就唔會突骨咁樣。咁佢話大文咩 friend 啊？哇，叫阿思嘅，唔系佢一齐食饭嗰啲咁样，不过佢结咗婚噶啦，都有小朋友咁样，跟住佢又问咗，你点识噶？我冇，咪大文啲 friend 咯，饮酒识嘅咁样，佢又谂谂，咁你有冇追过人哋啊？跟住我就谂谂，我话咁又冇，咁佢觉得好奇怪啊，咁又冇，点解要咁答嘅？点解唔系有或者冇系咁又冇啊？哇，即系冇办法咁，始终佢都系个男仔嚟嘅，以为系约咗个女仔嘅，唔系一定，唔系讲得你个名叫阿思，你明唔明啊？就一定系会有咁谂法噶嘛，所以我就专登同佢玩下思咁样，因为呢个阿食佢姓思嘅，我哋叫阿思，你个名好用啊，你个名，跟住就佢有啲嘢俾我哋烧咁，系啊，啲生果啊。番薯燒生果，係啊，係啲金咯，好食啲嘅。我上次冇食咯。咁你問好食啲啊嘛，我話係燒金咯，但係你話好唔好食，我未食過啊。但係就棉花糖咯，係咯，棉花糖。早知我哋喺嗰啲街買啲牛肉片，佢哋自己食。咦，我哋好唔好好似細個，即係譬如細個去燒烤咁樣，我哋買啲嘢翻嚟燒咁樣。可以啊，買啲腸仔咁樣。係咯，即係擺曬喺度咁樣燒。應該得嘅喎，佢收到服務費。烧的，这个是烧的，这个是烧的，这个也是烧的，哦、就花生瓜子不要烧、哦，棉花糖也可以烧的。哦，这个就茶叶，都系咁样，冇其他嘢，300蚊，300零蚊。幾貴啊！咁你咁樣諗咯，你起碼坐翻去三四個鐘頭，你先覺得會抵咯。哦，係啊，我諗佢個成本可能就唔喺呢個地方度咯，即係唔喺食物上邊咯，可能就係佢個環境啊、裝修啊呢啲嘢。哦，仲有番薯嘅，不過佢冇裝修㗎，呢啲本身係有。但係即係佢都講係佢裝修嘅一部分咯，可能啊，番薯、栗子添，栗子都係燒㗎，可以燒。我哋可唔可以自己帶你嚟燒㗎？可以外帶嘅，勉強嗰啲都唔得嘅。打自責公仔，你當呢個咩廟啊？先幾錢？你食得噶？我唔食得嘅，睇你哋食咯。仲有個點心你想嚇？嗯，好。喂，嗱，咁好似300蚊又越嚟越多嘢，望落又好似冇咁唔抵，暫時中式 high tea。我哋上次試過文哥嘅麻辣 high tea， 麻辣 high tea， 有時候中式嘅 high tea。唔熟嘅，佢仲话应该本身食得噶啦。我觉得佢跟住系生绿鱼咁大个仔，得唔得？唔嚟挂，烧咁耐都系生。唔系，佢表面系热到扑街，但系入边就唔知点解好脆咯。生嘅味，有生嘅味咯，系啊。几好啊！今日你两个食生栗子啊，到你啦。我唔食啊。好奇怪，就是很多意思。啊？哦，好多三个意思。啊，那时间就过了一点。哦，就是捆绑，就是很多三个，他不是把我捆绑。你就想。